有人来呛家啦，他说齁，啊我的 V8XL 知道怎么换，今天不管你是老三 V8XL V8Miss， 你们换齿轮油的时候，因为没有车盖可以打开，变成说你们要拆车厢，给我一分钟教你们一个保养不能说的秘密，工商一下，蓝心齿轮油消除异音的好帮手，它的缺口就在这里，不会的一样再看一次，漏的时候啊，你就可以顺便把你这个实时螺丝排插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就是要挑战不拆车厢，直接换齿轮油。你必须要准备一个针筒，齿轮油容量160cc， 所以你要买一个大于160cc 的针筒就可以了。你的直径最好是在 0.6， 你才能插入我待会要插入的地方。因为我们要用灌入的方式去换这个齿轮油，我们要先把齿轮油挤出来，就用你的针头去吸，因为它很浓啊，所以会比较难拉一点。我告诉你，我这一招绝对是接下来会有很多车厢笔记的。把你的针筒往我们的泄油孔里面塞进去，它是塞着进去的。你不要买太大，太大会塞不进去，你可能会灌一灌跑出来。160cc， 我会准备大概165cc。卸油螺丝要准备一个风水好的位置，看好哦，抽出来的瞬间，你就可以把它挤回去了。啊，为什么要变165cc？ 因为滴两滴下来，这时候你的齿轮油就看好了。还想学什么？评论区告诉我。